Hello， 大家好，继续差的微影，而家就嚟到呢个水冰水道馆。叶衣贝咧，我只叶衣贝已经有招叶印斩啦，45level嘅。呢一只草干都有招嘅草技，同埋有招保护啦，铁壁寄生种子都 OK 嘅。呢招草技就系我之前想讲。想用嗰一招嚟，几劲，120威力系非常之高嘅，不过命中有85%，唔系100%啦。好嚟啦，烈焰马，呢度踩佢，好，俾佢冲落，之后大火，好，落天河童就，照用叶衣贝，叶衣贝咧换叶衣贝。呢度剑舞影分身 ，OK， 只要叶衣贝开咗下剑舞基本上都斩得死嘅，因为非常之高攻啊！叶衣贝，好，刺龙王照用先啦，斩，好，佢居然用奇鱼，哇，急到光线，争啲玩完我喺度，鲤鱼龙照用，加密攻。呢度斩一招，好波啊！赢埋啦，哎，好，我哋赢咗啦，或者可以借件衫俾你先，哎，讲笑啊，同雨滴挥杖啊，又攀瀑布呢招，我发现咧，巨剑蟹唔识攀瀑布，所以冇得学，比较麻烦一样嘢咯，我真系估唔到居然冇得学，不过如果有得学，巨剑蟹都几犀利，我觉得应该，拎只飞机出嚟先啦，雀仔。周围飞，咁而家就去捉流星瀑布嘅乜鬼嘢啊？嗰只嘅嗰只啊迷你龙系啦，咁啊俾招攀瀑布俾阿独角金鱼学先，好 ，OK， 我记得咧佢好似系喺迷你龙喺最入啊流星洞穴嘅最入面。呢一格就可以入到最深入嘅地方。好，咦，神之领域咩嚟啊？有神兽啊，真系有神兽，雷鸟喺度啊！不唔好打妖佢啦，我不嬲都唔中意打呢啲神兽。好，咦，呢度唔系有嘢攞嘅咩？应该定系隐藏咗咧？我唔理啦，做翻正经事先去最深入应该呢度啦。哎，争一格，争两格。迷你龙蚊香蛙，又嚟蚊香蛙，宝贝龙有啦，系啦，有宝贝龙嘅呢一度，谷石手，竹手百合呢啲化石嚟嘅，头先嗰两只呢嘢都系化石啦，蚊香蛙，镰刀，多次谷石，马里奴泥，宝贝龙，有啦迷你龙。先换一换先，巨岩蟹，龙尾冲浪，好，再嚟冲浪，呢度唔好再掉，唔好再打啦，我惊佢死咗，但系我死了，再嚟多下啦，应该唔会死啩，好，红血，得啦，迷你龙，体内力量咧未至于难以控制嘅程度，迷你龙咧不断脱皮嘅。好，咁啊，任务完成，而家就走得啦。好，而家应该呢一度啊，唔系坐休时又啊，先睇下先啦，因为正常都系要去嗰度嘅。好，嚟到坐休时嘅，呢个位好似系神兽嚟噶，系啦，神之领域系咪冰鸟啊？水军哦，好，走啦，冇嚟，闲事莫理。好，坐休息。喂，终于嚟到啦！好啦，如果冇记错咧，這个位系需要到爆石嘅，咁即系话咧要带啲嘢出嚟啦，冇计啦。其实都比较麻烦，如果要用啲交通工具，因为会少咗只精灵用。好，应该呢度啦，系啦，阿小哥嚟打我啦嚟。七只青鸟，49level，发光走啦神鸟，
巨龙花？咩巨龙花？要用先啦。哦，呢只嘢好，原始力量回复嘅。同埋我记得咧，喺呢个冠军之路度咧，就有呢一个嘅幸运蛋吉利蛋粥嘅。咁有吉利蛋粥咧，就可以偷佢嗰个嘅幸运蛋啦。唉，咦，烧死佢好嘢！点呢杯咧呢度？哦，火暴兽，佢剑蟹，冲落！哇，闪电拳，哇嗨，好。哇！佢系咁用呢招嘅话，氣合弹、沙奈朵、沙奈朵嘅话就你啦。先记七种字先。哇！鬼火，好，鞭佢，好啊。减咗麦攻，因为烧伤状态就麦攻低啲，就未必打得死佢一下。哇！佢回血，我唔紧要，我都可以回血。边个？红揸下保护。边个？哇！打死我！锯剑蟹啦，出嚟食惊！锯剑蟹 ，OK。好。這個、呢个咧，故君之名嘅呢条道路。冲浪。好啦，真系谂唔到有啲咩打啦。或者我应该要去回一回血先啊！打完呢度，咬佢，再咬 ，OK， 揸下，得啦，先去回血，好，系啦，要推嘢嘅，麻鬼烦，好在有大嘢，如果唔系真系大镬啦。谂谂先，呢、這、一个位系，我、呢、這个位出嚟嘅，我记得。诶、有嘢打啦！一谂到咧，联盟好近啊！大王以大嘴话，好，用噶即系游击蜡啦，游击蜡就烧佢啦，得，好，系咪呢个？咦，唔系呢个位，呢一格啊，系啦，呢一个位，然后要冲浪佢啦，诶。穿山王踩死你，剑舞九尾踩佢，挂耳光，踩 ，OK， 热带龙照用，烧死佢，好搞掂，即系谂下先。系咪要冲浪啊？死啦！系咪要爬瀑布啊？啊系，要爬瀑布啊！麻鬼烦。诶，迷你龙可以学住先啦，系我费事行多转悠。迷你龙咧，我决定会用特工噶啦，因为系啦，之前有讲过呢、這个我队伍咧就冇咩特工嘅，所以一定要有只特工型嘅喺度。诶、又有啦，我双打添。踩只月石呢度保护保护阴谋踩佢呢度冲浪啦太阳岩哇打爆只烈焰马大火打只鬼盆栽保护好阿布梭罗加特房冇用啦加特房我都唔系用特房。烧啊呢度，之后合金爪啊，好揸下，都几劲，好似都 OK 喎，佢剑蟹唔错，搞掂，好啦又有啦，回炭龟踩啊，保护，哎麻痹。卢卡利奥就系火技啦，用火技剑舞，哇唔好啊，我会死啊，俾佢咁样打，
真系喎，就玩完啦呢度，尿露出去啦。而家佢就开咗一下嘅剑舞，用呢只嘅光果啦，起身同时，哇火踢，再保护先。铁壁唔得啊，顶唔顺啊，因为太劲啦，佢加咗咯剑舞嘅话，我烧死你啦！落天河图斩啦，叫声好。噴霧是不是就到了？咦不是喔，這個位置好像未到啊，先回了一隻炎馬先啦，我記得不是這個位置，看看先，哦是這裡，這裡這裡才對。好，欸對了，到了到了，好嘅烈焰马，暴雪王，烧死佢啦吓！大嘴就烧落去啦，一嘢争啲，摇衣背，好歪啊！好扣一半。得啦，打啦，双打麻鬼烦呢度。好，都有喺度嘅个联盟，但系咪都有一打咧就唔知啦。先买啲药先啦。好，基本上买晒都得噶。哎，买埋呢个，好，300蚊得翻。最好就系喺呢度用晒啲钱啦，如果唔系，好快会输晒。OK 啦。而家就齐队啦，我所要嘅精灵，咁啊迷你龙就學習装置啦。迟啲迷你龙都会俾招嘅，喷射火焰啊，同埋100000伏特佢學嘅。冇100000伏特喎。好，试一试先啊，呢一个嘅天王，睇睇先。正凡呢只应该都用正凡都好啲。巨钳蟹。火爆火爆喉太阳石，好就咁啦，有天王打啦，第一个系我天王嚟嘅，如果佢冇改到嘅话，花月啊，好嚟啦，哇新试下56呢喎，踩咗先啦，哇唔中，好佢用呢招嘅回血技，咁啊先加速先哦，哇神鸟。睇你死啊！佢呢度一定会回血流，咁就用火技招。好，靠大半嘅阿卢加踩佢，我油换重。哇！呢度我都要换，打班吉拉，咁就换呢只啦。岩崩，哇！好痛，居然爆击呢下。保护先，岩崩，保护多下，唉，失败啦，已经不识大自烧。好，手刀唔够快，呢只会唔会好啲咧？炎衣贝打，刀刃斩，都系唔得。好，睇嚟我第一关都过唔到啦，呢度。好，烈焰马啦，不过应该都推唔到噶啦，用烈火技，系啊，争少少嘅。好，迷你龙，下瀑布，好玩完瞬间，瞬间就玩完啦。先睇一睇先，我估唔到头先居然爆击咯，打呢个班加拉嘅时候。好，晴天是不会陷入。一定机率自如自身异常状态，好，
好啦，再试多一次先啦。如果唔得，我真系要去练重啦。练完重之后，下集继续打嘅呢、這个天王咒。一开头就系嗰只嘅雀仔绅士啊。咁雀仔嘅话咧，基本上有三只，两只俾佢黑住啦呢度。炎衣背同埋火爆喉都俾佢黑住嘅。咁一定要练炎马先噶啦。好。咁呢度推个速度先啦，呢度神鸟。烧佢，好嘢，一下死。嚟班加拉啦，班加拉我哋一定要用呢隻打。先寄生种子先。啊，唔得喎，系喎，有大字烧喎。依背啦。但佢都有招大字烧喎，咁我炎衣背应该都顶唔顺，见冇先啦。系啦，顶唔顺。好啦，咁啊，今次去呢度先啦。暂时我呢队应该都唔会打得赢住啊呢个天王，因为个 level 差距实在太大啦。即系佢58咧，我呢一啲就有啲50都未到，40都未到添。所以我就要升一升咧先啦。呢一个喺打呢个天王之前要升一升啦，迷你龙我谂要升到启暴龙先够打啦，同埋火爆喉一定要50咧先打得赢呢个班格拉，因为最重要呢个火爆喉就有支格技可以打得入呢个班格拉嘅，就会扣呢个四格嘅，咁所以咧我系打唔赢住嘅而家。好，咁我哋下集翻嚟继续打呢个嘅天王，等我升完咧再翻嚟，系咁先，拜拜。